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力邀请所有的投资人认真的听完我今天的节目，不要转台。各位，人的一生当中有常常有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掌握住？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昨天，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人真的有在看我的电视节目。昨天我在电视上跟你讲到神盾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说神盾这档股票我们来回做价差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今天大概算一算，从我们从七月开始送给你们那个神盾，有没有？一直到现在，哎，它的价差已经257块的价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就买10张来回去做这档股票，你赚257万，你听得懂吗？各位，就神盾就好。那各位，我昨天跟你们讲神盾的时候，我记不记得我昨天特别跟你讲8月16号我们去放空神盾，我说254到257去放空的时候，那我说我要找一个很多会员的讯息给你看，结果我就忘记找了，你知道吗？忘记找，结果好多人打电话到公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我拜托看电视节目的投资人，你们真的哈、哦，真正重要的事情哈、哦，真的你就要学着去听去看。像这种芝麻小事哈、哦，各位真的就不要太认真了。但是各位，我要伸出拇指说你真的很棒，代表你真的有认真听。好，各位，我已经把它找出来了啊，我找出来了。那各位投资们，你看一下，我当初跟你讲，昨天神盾是不是被杀到跌停板241块半？昨天是不是杀到跌停板？我8月16号我就去放空哦。哎，我当初我赚到大钱之后赚了64块，对不对？赚了64块 ,190 到193买的哦。赚了昨天，哎，我8月16号出场，我没有出到最高，我赚了64块哦 ,64 块哦，然后我去放空。各位，既然我的会员既然念我说，哎，老师你说要去放空，哎，老师又被拉到260几块了，你叫我们去放空，情何以堪？各位，昨天打到跌停板他也没有打电话来谢谢哦，都没有，哎，就装作船过水无痕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各位，我今天把它讲出来是让你知道我陈立豪做事敢做敢当，我就拿给你看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各位你看看哈，人啊在做事情哦，你看哦，来，各位，我们是不是放空？我现在你看8月16号，各位注意看8月16号，各位你看8月16号我讲什么，你注意看8月16号那一天，有没有？我不是特别分析吗？我8月16号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压力在哪里，有没有？各位，8月16号那一天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压力区在22599？好，我在8月16号已经在提醒我所有的会员哦。好，那各位你看8月16号就提醒了，8月16号对不对？是8月16号提醒之后，各位两天之后最高多少？22545。好，我是不是讲压力在22599？那各位，它来到最高是22545哦。那也就是说我提醒会员的压力是到了，那会员是不是很多股票就要开始卖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那各位来看，那当初我跟你讲台积电的时候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台积电吗？有没有？台积电我是出哪里？出975到980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讲说哎，全部出场吗？那各位你看台积电，如果你真的照我的8月16号我就已经提醒你了，隔两天最高977，是不是出到最高价？因为我是说什么？我是说出975到980嘛。那各位你是不是出掉了？出掉之后连跌两天，跌到今天最低948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来，那我要跟你讲的重点是什么？神盾呢，我来回去做价差。各位，当初7月5号送给你的时候大涨70块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自己又来回去做价差，结果这一波我们8月8号的时候去买到最低价，8月6号大盘急杀，有没有？哎，跌了1800点，我们买190到193。你看各位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在讲神盾的时候，你们看，你看8月16号6462的神盾190到193买的，有没有？254到257全部出场兼放空。好，各位注意看哦，我出场兼放空哦，
我讲讲故事给你听，给我出场先放空哦，我出场先放空，我是出在这里哦，出掉之后，各位连拉两天上来，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，我的会员只要跟我讲，问我这档股票，老师啊，你看哦，你叫我放空，结果拉上去了，要怎么办？我说再加码放空，我说你不要再靠腰，再加码放空。好，我的会员说，老师我会怕。好，来你看，如果你加码放空，各位连跌两天，各位昨天杀到最低跌停板241.5块。好，各位来，我拿一个证据给你看，很多的会员的回复的方式都不大一样，你看就好，你看我会不会造假作弊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各位，8月20号早盘，他一定会已经跟我讲一句话了，结果我跟他讲说，他问我说，神盾到底会不会跌，我说早盘不是在跌了吗，多空在交战，那他又回我说，那个叫跌哦，那个叫跌哦，然后说你叫空259，今天最低255，搞屁呀、啊！这个会员真的有点粗鲁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搞屁呀、啊！不过我跟他很好了，所以我可以接受了。他说搞屁呀、啊！我说哎，我就回答说粗鲁啊，粗鲁啊，粗鲁啊！他说多玛跟你在节目上学的，我说他说多玛这样跟我在节目上学的了，气死哇，真正气死！我说。他说现在到底是怎样呢、啊、我说放着我会带出。好，各位259块，他空到哦，他空到259块，还在靠腰。各位你看昨天杀到241.5块。各位，也就是说昨天我还算到哪里，我还算254到257放空，你还赚13块，对不对？哎，他259放空的还在靠腰呢，240算42，他也赚17块呢，放空他是赚17块呢。结果各位，他昨天打电话跟我讲，老师对不起，谢谢你。各位，做股票真的很难呢，难在哪里？难在要应付每一个会员呢，真的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那神盾这档股票我们来回一直做价差，我就暂时的把它带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真的，那我昨天跟你讲跌停板我敢买回来，你敢吗？有没有？哎，我昨天回来不是跟你讲打到跌停我回补反买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昨天8月21号打到跌停板，你敢买回来吗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买回来吗？侧标不是写了吗？你看，哎，各位，这侧标不是写买回啊？8月21号买回神盾，你有没有？是买回神盾。好，各位来，你注意看，你看今天的神盾，你如果昨天敢买跌停板，到今天你还赚10块，盘中赚10块，今天大盘还跌100多点哦。各位，你自己看这档股票，今天大盘跌多少？跌89点，对不对？盘中跌多少？跌141点。你看，你看这个，6462。你如果昨天敢买回来，对，昨天敢买回来，今天最高拉到251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听得懂吗？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各位，很多人看到跌停都不敢买股票，跌停有什么好怕的？人家主力大户在玩两面手法，你在怕什么？啊？你在怕什么？所以各位，做股票真的没有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好，各位来，我今天的第二个重点要跟你讲什么？我要用四星来跟你讲一下一个故事。哎，各位，要讲故事之前，一档快被遗忘的标股，筹码安定，随时将发动总攻击了，手机号码中两号马上来电哦。各位，今天是礼拜四哦，老师你有没有搞错？你送股票不是都礼拜五再送吗？对，今天礼拜四，我先跟你讲，好不好？我先跟你讲，这个一档快被遗忘的标股，筹码安定，随时将发动总攻击。当你手机号码中两号，马上来电。那各位，手机号码里面有013789，马上来电。老师，老师哦，你真的很大方哦，老师你真的很有诚意哦。手机号码09，09好像每一档每一只手机都是09开始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对，你够聪明，我只是要告诉你赶快打电话进来而已。手机号码中两号，013789，随便中两号叫超级标仔，超级标仔知道吗？送给你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开始要讲故事了，来，
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三年多前？哦，老师讲到三年多前，哎，对，各位，在三年多前有一档股票叫四星 KY 啊，在四星 KY， 全市场都知道这档股票是陈立豪做起来的，真的。而且我每天几乎都在讲这档股票，我不像一些投顾老师，涨的时候讲涨，跌的时候就压哎，鸡嘴变鸭嘴都不讲了，都是这样。我不是哦，我是有情有义哦。他从被外资调降平等被杀到371块那一天，我一直给他嘘寒问暖，一直告诉全国的投资人，我说这张股票被外资五大外资调降平等，我来告诉你，开始要底部要成型了，开始要飙了。我第一个时间点我就先看到1300，你记不记得1300？结果很多的投资朋友们打到公司来跟我讲什么，叫那个陈立豪不懂股票，不要乱讲话。什么1300，现在才371块，各位来1300了没有？来了。结果这些王八蛋不敢讲话了，真的来了。来了之后，到了1300，又杀回到800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五大外资再度调降平等，说这档股票要会再杀回到500。我陈立豪在电视上800多块的时候跟你这样拍着胸脯差一点凹车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这档股票下一个目标2000多块以上，2300。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，很多人打电话进来到公司叫那个陈立豪不要乱讲话啦，吼，一档股票371块飙到1300已经很夸张了，要飙到2300来了没有？又来了，我又对了呢。哦，而且我来回一直做价差呢，我来回一直做价差，全市场有目共睹呢。连包含那个投信法人的朋友，他爸爸妈妈都喜欢陈立豪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，那个第七期从化区台中有没有？台中第七期从化区那个客户，他不是有自己有3亿吗？做股票赔掉3亿之后，把他的一个房子拿去银行贷款，贷了8000万出来跟我做。各位，后来因为这档股票8000万赚到10几亿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跟你这样讲？就是四星 KY。各位，结果2300来了，这些人又开始鸡嘴变鸭嘴，又不讲话了。这里面包含还有一些投顾老师打电话来了，我都知道哦，我都知道。各位，这些三流的老师靠边站，三流的不要再跟我讲。结果后来我在电视上来到2300多块之后，又开始震荡，有没有？震荡，整理整理，杀下来，杀到哪里？又杀回到1500到1800。我陈立豪跟你讲什么？下一个目标3200啦，有没有？哎，人家在讲说，陈立豪，你股票用喊的，我不是用喊的，我是真的经过筹码计算，我是真的去了解公司派，我也去了解。我不是跟你讲，我美国有2个外国的分析师朋友吗？各位开玩笑，中美之间有贸易呢。你如果台湾你搞不清楚状况，你美国也问一问好不好？结果他跟我讲，可能目标3000块左右，所以我才跟你讲3200块。很多人又骂我神经病，哇！光这档股票，我被骂神经病，骂了不知道多少次了。各位来了没有？来了，还来到3月4号，去年的3月4号，今年3月4号，4375块。你看，各位你看，这档股票当初最低多少？最高到多少？你看，4500多块。我的天哪，4500多块，3月4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还去放空，有没有？我们还去放空它，你记不记得？4565块，3月4号，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开始放空吗？一路来回做价差，有没有？你看这档股票，我的天哪！所以各位，这只股票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赚到了44550块的价差，天哪！而且昨天我很多的会员还去抢短，昨天8月21号，当打下来的时候，你敢买吗？当打下来的时候，你敢买吗？很多的会员敢去抢，各位价差又160。各位，这档股票，我的天哪！你就来回做价差就好，10张就好，好吧？160万，目标已经来到44550块的价差。各位，你敢吗？你敢做吗？台湾的股市，除了你分析的准之外，最重要的你要懂得
他的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，不要每天在听一些投顾老师在讲一些屁话。你如果做股票没有勇气、没有霸气、没有行动力，我告诉你，纵使这个价位来了，你也不敢做。就像昨天的神盾，神盾8月16号，我们8月6号又在买哦，送给你们赚了70块之后，来回做价差，结果8月6号台股重挫1600点，我们又买了，买在190到193。各位，8月16号我出到254到257间放空，各位空了之后又小涨2天，因为这些主力很厉害，因为他法说会之前故意一直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看得懂啊，我火眼金睛，知道吗？我看得懂，所以我告诉会员，如果有来继续加码放空，加码放空，各位，我对了没？我对了，昨天干到跌停板241.8块。那各位，你放空又赚了13块到17块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昨天跌停板很多人不敢买，我说跌停板你赶快去买，今天啪一声最高拉到251，又赚10块钱。各位叫筹码战。那我现在跟你讲四星 KY， 各位当初被法人调降平等的时候，我特别去讲，对不对？我特别在电视上讲给你听好几次，哎，不离不弃，创造出44550块的价差。那各位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有一档股票叫微银，各位，现在全市场的人已经在打落水狗，打哪一只落水狗？打微银。而且各位，现在这档股票它的业绩真的很好，绩效真的很棒，但是为什么不会涨？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跟你讲，我们也是一直来回做价差吗？来回做价差也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这一次我要跟你讲的是，大概有机会底部已经开始成型了。为什么他这档股票为什么会最近这么弱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各位，很多的小白、很多的投资人、很多的白痴、很多的老一些投顾老师，还有一些座谈会的搞不清楚。反正我就跟你说过了，涨的时候他们说涨，跌的时候一定打落水狗，这就是台湾的股市的一个生态，听了吗？但是各位，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什么？要跟你讲的是，后来昨天公司派出来澄清了，昨天很多的小白、很多的投资人不明就里，为什么他的业绩这么好，但是他就是不会涨？结果昨天公司派出来了，他说是因为马斯克欠他们钱了，欠他6100万，有没有美金呐？好，那各位，6100万美金是很多钱呢。哎，马斯克是全球首富呢，这个人到底要说他是聪明还是敢跳？聪明跟敢跳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一个有钱人，一个全球的首富，哎，连这个6100万都舍不得付出来，各位讲起来给人家笑。那现在各位，官司已经进行了，对不对？微银已经打官司了。那各位，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。第一个，市场早就已经预估啊，反正哦，原来它不会涨，原来它一路跌，各位你看。原来他已经一直在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一波的反弹他都没谈到，很委屈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两种情况，第一种，他已经跌得这么深了，当初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外资一些，哎，各位讲到外资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他是，哎，有钱的大散户嘛，有钱的大散户，就像我跟你讲，四星 KY 那五大外资不是调降平等，它一样照样创新高，一样创新高。结果它一直涨上来之后，外资又开始调升平等。所以我说外资是三大王八蛋之一嘛，听懂吗？那各位，外资他看不懂股票，他就是有钱而已。那同样的，现在微银又出现这种状况了，外资因为搞不清楚状况，又一直卖，所以你看微银最近很弱势，有没有？但是各位，当外资都卖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档股票，第一个条件，如果官司没有赢啊，反正就是没有赢了，就是这样的啦，反正就是这样了，顶多就钱不还给你而已嘛，那是不是利空出尽？假设哪一天，哎，哪一天马斯克突然，哎，哦，觉得不好意思或干嘛的，答应了要还微银钱呢？那各位，那这档股票会不会狂飙？会不会狂飙？那一些白痴、一些外资，这三大王八蛋又开始怎么样？哦，看好他，又调升平等又来了。各位，当你要去追的时候，搞不好已经看到2500、2700、2800，甚至更高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趁现在，哎，在低点的时候去买一些？很听得懂吗？就像当初四星 KY 一样啊。
各位，台湾哦不缺那个锦上添花，知道吗？台湾只缺雪中送炭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很多的股票真的也是这样。当初我们做了很多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就跟你讲来龙去脉要怎么做，很多人都不相信。Okay, 我跟你讲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我就来回去做价差，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四星 KY、神盾，还有之前的力旺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力旺？我们赚了好几千块的价差呢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意思啊。那各位，真的，各位真的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真的，你如果真的不会做，等到哪一天真的，马斯克突然觉醒了，还钱了。搞不好这档股票就已经飙 一路飙了呢，你不趁现在赶快去买一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打一个问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吧，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你知道吗？那各位现在有一档股票要送给你们，好吧？大家都买得起，大家都买得起啊！各位，一档快被遗忘的标股，筹码安定，随时将发动总攻击，手机号码中两号，马上来电013789中两号，超级标仔。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呢。你不是喜欢听故事吗？我故事讲完了。但是各位，请你回到正常的阶段，正常的阶段就是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知道吗？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哦。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在台湾做股票真的贵在真心真意啦。但是我这个人讲话就很直接，我不会拐弯抹角，我也从来不会去欺骗人家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看其实微盈我们今天也开始慢慢 有在动作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昨天买跌停板的神盾一样。各位，在今天来的1860这附近，其实我说实在真的，有时候可以开始慢慢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。我们也可以用333的哲学，你知道吗？333的哲学开始布局，等一下到时候啪啪啪拉上来的时候，可以做股票要有方法跟技巧。有时候你不要把所有资金一次压进去 show hand， 不能这样做，知道吗？那个除非你跟着我做，我告诉你全部发动就全部发动，知道吗？那我会带你做。所以各位投资们，真的，
你可以在股市里面赚大钱，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各位，从现在到年底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呢，那你在自己问自己，你想不想在股市里面赚到大钱？你如果在股市里面你真的想赚大钱，各位，你来找陈立豪，我可以帮到你。各位，你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呢，听得懂吗？那个几十块几十块的股票我没兴趣，你不要来参加我的，我没兴趣，你不要来找我。那各位，一档股票快被遗忘的标股，筹码安定，随时都将发动总攻击。手机号码中两号马上来电013789，超级标仔，好不好？给送给你们了哈。我明天不见得会上电视节目哦，就是为了这股票哦，还有刚刚跟你讲的那一档股票，我要去了解状况哦，知道吗？好，那各位听得懂就听，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态度的老师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真的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好不好？一通电话可以改变你的一生，可以试看看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要拿股票或者要跟着陈立豪一起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，随便你了。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。胜关键，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当股市千变万化，当操盘千头万绪，当机会千载难逢，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，就送轰动十掌操盘秘籍及上课券。千言万语，这次只要1000元哦，请拨02-2365-3255。很棒，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，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，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。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？不是，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。爸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